中国是造纸和用纸大国，作为全球浆纸业的头部企业，金光纸业致力推动中国浆纸产业升级发展，用优质纸品满足人们对印刷、包装、绿色、环保等全方位的用纸生活需求。经过多年高速发展，中国浆纸业已进入强强融合的市场格局，竞争日益激烈。我们选择渠道下沉，精耕市场，运用数字化管理来实现业务增值。然而，纸业市场渠道层级多，客户结构复杂，因此我们需要与行业内优秀的合作伙伴通力合作，共同提升渠道精细化管理水平，实现业务规模与盈利水平的不断突破。基于多年的深度合作经验，建发纸业深刻洞察金光纸业销售战略转型的需求，对服务模式进行了全方位升级。在存量竞争格局下，渠道深耕的首要工作是以数据为导向，建立下游客户分级分类体制，匹配营销方案。我们以20多年来积累的行业运营数据为基础，从运营能力、履约能力、市场竞争力等多维度进行分析，为金光纸业构建5级客户管理模型，将资源向信用良好、发展稳健、成长潜力更大的下游客户倾斜，通过定制化的服务为金光纸业实现价值最大化。采用分层级管控模式，根据下游客户情况相应调整交易模式，帮助金光纸业有效降低赊销风险和逾期比率。物流服务是供应链运营的重要保障，直接决定了订单交付效率。在全国10多个区域制管仓的基础上，建发纸业从30多个城市和地区甄选出一批仓储、分切和物流配送服务能力优秀的合作伙伴，发挥网络化优势，提供优质的物流服务，帮助我们提升了订单响应速度，缩短交货周期，增加下游客户粘性，实现销量稳定增长。凭借在供应链领域持续积累的资源力、人才力与风控力，我们不断精进服务，为金光纸业挖掘供应链运营环节潜在的增值机会。密集分布的销售网络、多品种多品牌经营的销售带动能力，以及跨区共享的渠道管理与服务经验，我们具有更高的人均销售效率，能将大规模的分销任务迅速化整为零，在市场中快速消化。建发纸业的服务让我们看到供应链运营环节巨大的增值潜力。依托丰富的供应链大数据，建发纸业不断健全客户细分机制，帮助我们解决了享有众多小散客户的信用评估难题，进一步提升了风控水平。渠道精细化管理服务降低了部分地区的销售费用，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更是大大提高了下游客户的满意度，促进金光纸业产品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攀升。建发纸业始终坚持放弃博弈、资源共享的理念，用公开透明的供应链运营服务吸引更多的伙伴和我们达成战略合作。在类似的服务理念的指引下，我们还将不断提升市场开拓能力，优化客户管理方案，不断挖掘供应链每个环节的增值可能，让更多的企业体验到类似的供应链服务带来的增值。